我叫比心儿，我是一个新主播。然后首先祝大家520快乐。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了一段话给一直以来支持比心直播的哥哥们。比心刚来 YY 不到一个半月，然后非常有幸能有很多的哥哥每天就是熬夜通宵陪着比心，花了自己的宝贵的时间陪伴着比心，不管是比心生病或者是状态不好都一直包容着，然后也非常欣赏比心，对比心的一些才艺和舞蹈会有一些指教，所以在这里感谢所有的哥哥们对比心的陪伴和支持。那些命运给的惩罚，比心来歪就是一路走过来遇到了很多的哥哥，一直都其实是可能因为新主播然后一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然后就特别感谢每一个哥哥来了以后都能对比心的才艺然后对比心不离不弃，每天都可以不管是多么的辛苦或者是熬到多晚或者是哪怕是比心声带小节不能说话都一直支持比心，没有离开比心，然后每天坚持来看比心，感谢哥哥们。